觉得这个皮影戏它承载着这个百岁老人的这个爱情，我想这个皮影戏一直延续下去，并且去纪念这一份感情。我想给他捐一辆就是三轮车，能够带着这些皮影也好，还是这些演出的工具也好，能够一直走遍全国各地为大家去表演这些皮影戏，并且把这份感情和爱情延续下去。只要我们能看到百岁老人，就会想起这份爱情。我体完，我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你那三轮车啊，这一定要大一点，温馨一点，老太太得坐在上面，是吧？就然后老爷子推着他，然后那种感觉就真的像我坐在你的摇椅上陪你慢慢变老的感觉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皮影戏啊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啊，也算是很好的文化遗产。如果电视机前有想要学这门手艺的，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，拜老先生为师啊。所以说你们。